第十课，别找了，手机在桌子上呢。课文一，在家里。不要看电视了，明天上午还有汉语课呢。看电视对学汉语有帮助。明天的课你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课文二，在医院。别看报纸了，医生说你要多休息。好，不看了，给我一杯茶吧。医生说吃药后2个小时不要喝茶。医生还说什么了？医生让你听我的。课文三，在家里。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呀？哥哥今天中午回来吃饭。我看看买什么了。羊肉、鸡蛋、面条、西瓜，真不少。妈妈呢？正在准备午饭呢。课文四，在家里。你在找什么？你看见我的手机了吗？白色的。别找了，手机在桌子上呢，电脑旁边。你看见我的衣服了吗？红色的那件。那件衣服我帮你洗了，在外边呢。